又即可数，取自中日龙官方脸书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过去四年累积91中继点的中日龙投手又即可数，他近日上节目时自曝当初从独立联盟拼进职业后，前女友都来找他。又即可数从环太平洋大学毕业后没有被职棒球团选中，2012年加入独立联盟四国岛联盟香川橄榄强者队。他在2013年于独盟出赛24场，投出13胜4败，防御率1.64的优异表现。接着在2013年日职选秀会被中日龙第二指名选中，以6000万签约金，年薪840万日元入团。又即可数上节目回忆此事时，自曝进入职棒后，以前的前女友们都来找我了，他当时一度很高兴，我终于获得认同了吗？之后看到媒体大篇幅报道6000万签约金的新闻，才发觉原来是这个钱啊。他还说，就连以前传讯息都不太回的前女友得知消息后都立即回他，很快就回哦，每位都是职业选手，真是厉害耶。又即可数更说，当初要去打独盟时，前女友却说看不到未来啊。之后他进职棒，又收到对方主动联络。又即可数上季出赛50场，战绩8胜3败，21中继点，防御率2.13，他在中日龙四年累积91中继点，去年入选日职明星赛、亚冠赛、日本代表队。